昨天猪肉吃醉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没有喝酒啊。傻子生病了，对，生病了，现在在医院哈，生病了在医院哈，哥姐们。我等一下想想，我们然后，马上去那个医院了，马上去医院看傻子。丁哥，小小傻子病好了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等一下我来接小小的，然后我就接他一起，然后去那个医院里面看嫂子哈，看嫂子，好不好？嫂子胸不用管了，不管了怎么行呢？不管了怎么行呢？哥姐们，一点点赞来，好，点点赞，哥姐们来。要看啊，要看啊，那始终是小小的亲嫂子，亲嫂子怎么可能不看了，对不对，哥姐们啊？医院有锅吗？医院有锅，锅什么锅呀？你要做饭给他吃吗？嗯。那肯定没锅呀，没有锅，医院里面，哥姐们，医院有没有锅啊？有没有可以做饭吗？应该不可以吧？我今天在那个田里面，然后摘了几个那个南瓜。你要做南瓜给他，你要做点有营养的给他吃吗？我还来。不但自己做啊，可不可以自己做啊？哥姐们，医院里面。可以的，打个可以，不可以打个不可以。逮的有鸡，然后还有。还抓了有鸡啊？嗯。你要去那个医院炖给他吃啊？哦，对。他们说不可以，哥姐们，医院里面能做吗？能的打个能，不能打个不能。不能，他们说不能，你只有把鸡然后炖好给他端过去。他们说不能做。可是我还没来得及炖。那就晚一点炖吗？明天炖吗？明天炖吗？他们说不可以，哥姐们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拿了些衣服啊，他就穿睡衣嘛，睡衣就可以了，哪里穿的舒服一点的嘛。拿了衣服，你用这个袋子做、嗯、对，医院里面只能做好送过去啊，你不能在医院里面做。他说他抓一只活鸡，那个活的土鸡，然后抓过去，然后炖给嫂子吃，明天带去嘛。来，哥姐们一起点点赞，500位600位哥姐们，新进直播间哥姐们来一起点点赞好不好？一起点点赞，没有点关注的哥姐们来点波关注好不好？那么可以把那个活鸡拿去那个医院杀吗？活鸡拿去医院里面杀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哥姐们不可以是吧？哎，700位哥姐们，观音嫂子对的，对对对，正能量的嘛，正能量对不对？正能量对不对？哥姐们，不可以在医院里面杀鸡哈，他要抓一只土鸡，然后杀来炖给嫂子吃啊，他是去医院里面炖，去了医院里面炖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南瓜拿去煮给他吃吗？不可以啊，跟你说了，不可以做饭，你要不只能给他买。不可以做饭。对，不可以做饭，医院里面。你放了吗？你放了吗？衣服等一下给他背过去嘛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们都说哈，带过去做不了、啊、这个，只有做好，明天做好到送过去嘛，对不对？就要关心嫂子嘛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一定要关心嫂子啊。那我嫂子的化妆品要不要拿去？化妆品，医院里面她化不了妆，不要拿化妆品。嫂子怎么了？嫂子生病了，生病住院了哈，昨天晚上晕倒了。你们不要这么说嘛，不要说什么嘛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说嫂子嘛，好不好？只能热，对，只能热哈，好不好，哥姐们？要不要给他拿一点？他平时喜欢喝那个蓝蝴蝶。不用了，他喝不了，现在也喝不了那些，喝不了那些。对，医院里面有食堂啊，可以给他买，可以给他买，做不了哈。对，医院是看病的，不是做饭的。他们说你是，但医院是做饭的吗？什么土鸡都要拿去炖。不要，你们不要乱说啊，哥姐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打一波正能量，好不好？哥姐们，第一次来我直播间没点关注的哥姐们来点波关注，好不好？点波关注，一起点点赞，分享直播间，点点赞，分享直播间。对，积点口德，好不好？大哥、大姐、叔叔、阿姨们，那不是胃病哈，不是胃病哈，是那个低血糖加一个脑供血不足，所以晕倒了哈，所以晕倒了。吃五谷杂粮的，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的，对不对？然后都会生病，给他买一包烟过去。嫂子不抽烟哈，不抽烟。嫂子要感谢小小感染你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想经历过这个事情以后，嫂子她肯定会变好一点，肯定会变好一点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觉得小丁说的对的打个对字，觉得小丁说的对的打个对字。我觉得嫂子她肯定会变好，肯定会变好。觉得小丁说的对的打个对，好不好？对，你们不要那么说嘛，人家嫂子生病了，小小也特别难过，也特别难受，对不对？她也特别难过。现在要去医院里面看嫂子，哥哥姐姐想不想去啊？
去医院里面看嫂子吗？要带他们一起去看吗？他们想不想去啊？不知道。哥姐们，我和小小然后去医院里面看嫂子，你们想看吗？想看就给你们直播看，好不好？想吗？想的打一个响字。医院里面需要什么东西啊？医院里面什么都不需要，他生病了大家都难过，对，都难过。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想看我给你们直播，给你们直播，感谢龙游天下送的花哈，给你们直播看一下嫂子们好不好？都想看啊，他们都想看。好了，等一下我就直播给你们看吧，好不好？直播给你们看，来1100位哥姐们，第一次来我直播间没点关注的哥姐们来点波关注好不好？点波关注来点点赞，分享直播间，点点赞，哥姐们，我们马上要出发了，你还有东西没收拾好吗？要收拾快点收拾吧，好不好？收拾好了，来点到10000赞吧，哥姐们，点到10000赞嘛，好不好？现在7000了，点到10000。医院里面可以直播吗？可以哈，可以哈，我不打扰别人可以直播的，让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让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行不行？看一下嫂子好不好？哥姐们来1200位哥姐们一起点点赞，分享直播间。我和小小马上，然后送小小去医院里面，送小小去医院里面，然后去看一下嫂子好不好？哥姐们，那些什么彩礼啊、什么钱啊，这些先不说了好不好？等他生病完了以后再说好不好？哥姐们，对，肯定这一次嫂子经过这一次事情以后哈，经历这一次事情以后，他肯定会变好了。好吧，谢谢你那个，你那东西，你把那个东西拿上吧，我把镜头转过来。天哪！哎，谁呀、啊？你们就这个条件？谁让、啊、的是？我妹妹在医院里面住着，你们居然没人一个人过去看，你们疯了吧你？她是谁呀、啊？她是嫂子的姐姐。嫂子的姐姐啊？嗯、哦哦天哪你哦，姐姐。你太让我无语了，当初我爸妈就不同意嫁在这个地方来。天哪，我还第一次来这个鬼地方。哎呀，嫂姐姐姐姐嫂子的姐姐是吧？来，你这样子，来小你先把门打开嘛，然后端个凳子给姐姐坐嘛。姐姐坐一下，把灯开上。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医院里面看我妹妹？有人去看的，我接上小小。马上，我可能我不来的话就没有人去了。有人去的，我马上我跟他就，你不看已经关好门了吗？准备就去了。我不坐。姐姐你坐嘛。坐，你坐一下嘛。你哥哥在哪里？给我叫出来！我妹妹都生病了，晕倒了，在医院里都没人管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家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你们家很好的条件吗？还是你们家有什么对我妹妹好吗？哎、都没有见你们家有什么好的条件，没有人去看我妹妹啊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关心她？她都从这么远的地方嫁在你们这个破地方。哎，嫂子姐姐，我跟你说哈，昨天晚上我陪小小，然后把嫂子送到医院的。然后我们也是今天天亮了，你也知道我们天亮了，然后才回来的。反正我今天然后家里面为什么？然后我们现在才去看嫂子，因为家里面也有很多猪啊、鸭啊、鱼啊这些牛啊这些需要小小，然后他就这些东西比人重要吗？啊，没有比人重要，肯定没有人重要。为什么没有人管他？我跟嫂子打了电话了，然后嫂子让我跟他收衣服，他说你在医院里面收衣服收一天吗？他是不是收一天？没有收一天，没有收一天。晚上去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去，人都饿死了，本来他都晕倒了，需要补一补身体。你家里面有什么？你给他拿了什么去吗？他今天一天都没人去照顾他。姐姐，我嫂子姐姐，我跟你说哈，人家小小是拿了土鸡的，他背了土鸡，然后他说去医院里面炖给嫂子吃。医院里面炖？对，炖不了，我跟他说了，只有给他买，要不明天给他炖过去，好不好？来，想想你这样子吧，我觉得现在姐姐算了，不要说这么多，我把你哥哥给我叫出来。我觉得姐姐现在有点生气，你给他倒杯水嘛，让他坐一下嘛。我不要。啊？把你哥哥给我找出来。他哥哥现在没回来，主要是。那我就要把我妹妹接走。你别这样嘛，嫂子姐姐，你不要这样嘛。你们家你先把被褥放下来，来放下来，你给。太过分了，你们家。没有，姐姐没有过分。你可以姐姐来倒杯水，来倒杯水，倒杯水。哎，你们不要这样假惺惺的好不好？没有假惺惺，我哪里假惺惺了嘛？把你哥哥给我叫出来。哥哥现在没有。我不想和你说话。来，哥哥姐姐们，直播间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准备出门了啊？是的，打一个是，准备去看那个嫂子了。他姐姐说我们是假惺惺啊。一天都没人，现在我一来就说要去医院看，哎，才信你们说话。哎，嫂子姐姐，我跟你说哈，主要是这样子。然后小小家里面什么猪，还有石头猪，然后鸡啊、鸭啊、鹅啊这些，
然后还有牛啊这些，然后确实家里面也没有人照应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东西也属于嫂子的嘛。然后想着，因为你昨天晚上，然后今天凌晨的时候你就到医院了，小小是想着，然后你在这里的，然后你在医院的，所以说我们就去晚了一点。说过了，这些东西是不是比人重要？没有，没有比人重要，肯定人是最重要的。去了，肯定是比人重要。接走，你哥哥这么没诚意。那你们家就不应该把我妹给我娶过来。姐姐，你喝口水吗？不喝。来喝点水嘛，先，好吧，你坐一下嘛。地方脏死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妹是从大城市里面嫁过来的，在你们这个地方还要受气。没有没有，是无语死。没有，傻子姐，我跟你说啊，确实这种农村啊，确实比较脏。然后我知道你和嫂子也是这个城市的人，你们不要嫌弃嘛，好吧，农村就这样子，好吧，你稍微你稍微冷静点嘛。把你哥哥叫出来，你们不用说，他是谁呀？一直在这里说话。姐姐，来，阿姨是嫂子的朋友。来，哥姐们来打一个支持，哥姐们。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丁哥那个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你们两个姐姐你好。火的。哎，是欺负我妹妹的人。没有欺负啊，你们都是一群坏。怎么成了我欺负嫂子了？我要把我妹妹接走。今天嫂子姐姐，我没有欺负啊，你我没有欺负她，我哪里欺负她了嘛？姐姐一会儿好好说嘛。对，好好说嘛，我们好好说嘛，行不行？教我怎么好好说。来，1800多1900位哥姐们，天都没人去。来，第一次来直播间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一起点点赞，分享直播间。哥姐们，你们说过有没有欺负嫂子？哥姐们，我有没有欺负嫂子？有的打个有，没有打个没有。然后嫂子说喊我跟她拿衣服。有的打个有，没有打没有。你已经到了的了，喊我晚点过去都要得。我才几会儿做时候才准备出门的。你看我刚好已经背好做被兜了，现在都。他可能听你，要不然给他说普通话嘛？他是不是没有理解好理解了你的意思呀？我知道你们两个是一伙的。我不是一伙的。欺负我的，你们都是平时欺负我妹妹的。没有，哎呀。哎呀，嫂子姐姐没有欺负啊，我跟你说，小贾平时对嫂子挺好的啊，给她做饭。